文建会为了让台湾的民众整年都沉浸在建国百年的欢乐气氛当中，特别规划了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经典好戏戏说百年百花齐放系列活动。6月17日起，经典好戏将以新传舞台以及创意剧场为两大主题，邀请国内代表性团体巡回全台15个城市，总共有超过60场的演出。我想刚刚各位从这种片段的演出里面啊，已经感受到我们因为这一块土地的开放跟多元啊，我们既重视我们的传统，我们也非常鼓励创新。所以我们刚刚光看到这些歌仔戏跟布袋戏啊，它就把这个传统的元素保存起来，可是又加上了我们台湾非常特殊的创意啊，让每一个不同的剧团都演出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觉得在建国一百年啊，我们有这个机会把所有台湾值得骄傲的我们这些传统跟现代这个表演艺术的团体我们聚集在一起做出一个全台的大巡演我相信这个是空前的一场表演陈锡煌传统掌中剧团、新兴阁掌中剧团、黄俊雄电视木偶剧团，以及2011外台歌仔戏汇演当中的国内重量级剧团，特地在记者会当天率先联合演出，为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经典好戏拉开序幕。文建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